台北旗舰店新开幕的那个。哇，超大超美，超棒！我们这边的独家，在开幕好像是前几个小时进的。好艺人哇，对，包场的感觉，艺人吧，对，好特别待遇哦。我跟你讲，进来逛就算了，还逛免钱，这才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情。哎，出席的运动会。记得 ending 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大堆，几万、几万、几万、几万，今天要来发奖券。哇！你们的分配是小队哪一队？我是白队的。我们白队的，我是白队的，就黑队。哎、欸，对，黑队，我们一个黑队。我们是影子，对，但金额应该不一样。对，沙发白队，小秋，周价24000元。哇！算蛮多的、哦，对、啊。来，杨洋24000元，来，小青蛙24000元，该不会优胜的那个金额比较高吧？黑队，黑队，阿布玛利亚30000元，哇，开心吗？开心。没有惊喜，不止如此，还没结束。你要加码？加码，加码，加码，加码。今天隆重请到代言人陪你们 VIP 陪逛。欢迎歌手俊汉！哇，歌手你好，俊汉哥！哎，你好，你好，你好。今天麻烦你陪我们逛一下。没关系，不会不会，太好了，谢谢。对啊，要是有很多很棒的，对对，女生有时候很了解，尤其是关于运动的，因为我们运动会的需求其实量非常大，然后大家就是要要跑步，跑步的要快一点的，鞋子对鞋子。我跟你们各位讲一下，工作报告一下。这个 Adidas 台北旗舰店听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客制化服务，可以定制东西。今天听说我们可以去定制一个背包，哇，很棒耶！背包，包包可以自己定制。这样好不好？希望能我们定制一个包包送给我们最宠爱的粉丝。哦，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定制包包怎么样？我很好奇。好，够够够够够，定制背包。听说这个定制的这个区块叫做 Maker Lab， 就像我们刚讲的一样，我们帮粉丝做一个包包，好，定制为了美感，然后做包包的流程听说是这样，白色的包包或黑色的包包挑选一个底款，然后挑完以后呢，我们来这边选择我们喜欢的贴纸啊、印章啊、各种刺绣啊，把它弄上去。可是如果有选色困难怎么办？我觉得黑色、白色都很好看，我们可以选两个吗？给两个粉丝啊，可以吗？我们可以做两个吗？没问题。Yeah! 这样，我们来下一步，我们来挑要把什么用在什么包包上。好，好 ，OK 吗？可以，来，到这边看一下。我可以觉得好，而且我觉得他把台湾的元素都放进去，还有小笼包，他在开 party 耶，太可爱了吧？可以拿出来吗？这可以拿出来吗？问代言人，代言人。学长，哈哈哈哈哈！问老学长，可以拿出来，他说他想拿出来，这可以拿出来，可爱耶！哦，这个我觉得很可爱，一定要有木曜吧？对，木曜，哦哦，有哎，这很棒哎。我们之前两位两位会翻倍，我总说本两位多块，现在会变20几万，他就是这样。我们先决定黑色的包包，你们五位各选一个你们喜欢的图案。好啊，好，可以耶。黑色的完成了，对，那白色的，还是我们的 Y 什么秋。我还不拼成一个单字，叫做 Y， 你没发现吗 ？Y love 木曜，为什么喜欢木曜 ？OK， 好棒好棒。那我们现在是把它移动到柜台去。好。好的，研究室的学长学姐，我们已经决定好了。好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基本上正面都可以，正面也可以。要拼出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我们先拼黑的。好啊。这可以反反吗？这太满了。选哪一个？背面一个底。就是可以啦，可以一个背面，一个背面下面。OK。好，那白色。突然不知所措，对，突然不知该怎么办，试试看啊。我是冬天，冬天，
然后剩下的可以证明。对，那我们翻面喽。好，好好玩哦。定制台北台北，哎，好像也蛮可爱的。好。好啊，我们看一看，然后最后我们回来这边拿彩。可以。好，那我们先请君安带我们去逛。可以。好。哎，现在到了好别区，约翰的专区啦。公寓赛骑士一先立奇迹，今年你们的成绩，觉得自己很满意了。然后再快一点。还想再快一点。我也觉得可以更快。就算你觉得他们四个人没有办法跑出心目中想要的成绩，是因为鞋子的问题，还是因为身上的风俗习俗？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下去的关系。哦，没有来指教我们。没有没事，但是有用。我可以靠选到正确的鞋子，稍微提升一点。一定是大幅的提升。真的有用？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穿着 Adidas 的鞋子。哦，代言人说话了。就是会跑。好，那就请国手帮我们介绍。麻烦。其实这边都算是运动的跑鞋，然后其实那边有一些是在城市慢跑的鞋子会比较舒服，那这边比较偏训练的方向比较多一点。Boston Ten， 这是我自己在穿的训练的鞋子。哦。然后会有一些像 Adios， 其实就是在这种的，就是可能在更轻量化的跑鞋。想问一下，训练跟那个在专门慢跑的时候，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太一样？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冲刺或者是竞速的时候会有转弯或者什么的时候，它的可能支撑性，侧边的支撑性会比较好。但是在市区的跑步的鞋子可能也会有支撑性，但是它还有主打另外一个是舒适的一个需求，就相对不需要这么突然加速这样。对对对，依照个人的一个习惯跟状况，然后去挑适合自己的鞋子这样。那假定他们四位已经一年全力冲刺了两次，对，或是喜欢往上跑。我有一个超慢，没有，他们不是会跑步的，怎样其实可以给他们跑步的。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在训练这款 Boston Ten， 其实就蛮适合的。对，跟代言人换一下，跟代言人。我没讲，不是我讲的，OK， 他讲的。你们太太，如果就喜欢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合作。好，我们到那边。真的，谢谢，谢谢。好，发票他寄过去就好。我也会这一招的。OK， 那你们看看吧。好。有问题立刻问我，怎么会选到这个？好的。机能性，我以为是比较没有时尚的感觉，结果这个很好看。我福利明年就跑很快。哇，很轻哎，很轻，真的。你穿他们那个慢跑的，真的很推荐的，可以在日本逛街一整天。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因为这个我觉得它是我们平常逛街穿蛮好的，然后这个的话是走训练可能在跑步上，刚刚在卖鞋哦。对，这很专业。对，我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是你比较少穿这种弧度的鞋。对啊。这样越来越像店员，对，可以，他帮你，只要帮你绑鞋子好的，可以的。这个很方便，这个可以，而且穿起来很 fashion 的，我觉得妈妈可以直接穿哎。你真的很专业，我其实真的有在服饰店工作过，很强哎。蓝色，蓝色嘛，丫丫穿的颜色的鞋，这个可以耶，这件让我缺运动内衣。丫丫穿这件代言蓝色。对，本来我们还想说，他们挑完内衣，我们做一个温馨的转场，让他们继续逛街。但是到了逛街的地方，女生就控制不住了。我看我们两个男生就回去休息，好，接下来交给他自己。不好意思，本来是今天想要帮你安排一个这浪漫的一整天的陪逛，演变成这样的结局，你应该不会怪我。没有，我想说你还可以陪我，还有你陪我。谢谢君安，谢谢君安。你看这个设计很崭新，有啊，好看到啊。不过我们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不然叫他不穿上更好了。其实这个是真的是
跳舞很好看。Lisa 是这样穿的，这很好看，可以，好刺激哦！太刺激了，我也觉得有一点。不要问他，请问。国手，国手，你没有我老师。您喜欢这种吗？台湾男生会喜欢这种？我觉得台湾的男生会喜欢。台湾流汗的。那你觉得美国男生会喜欢？我觉得美国的男生看到玛利亚也会喜欢。看人啊，然后玛利亚穿。哎，很会讲，谢谢，不好意思。欸、如果你穿粉红色，然后你找一个人穿蓝色，另外一个人穿橘色，然后你们跳一个 cover 是吗？对。温妮裳、杨洋裳刚刚好，杨洋裳穿一下蓝色的，请看穿起来会是像这样。怎么啦？温妮裳，哎，温妮裳穿一下橘色的，可以穿蓝色，要穿橘色吗？是蛮可爱的。对啊，可是真的穿出去这样会有点害羞。对啊，真的。哎、欸，我觉得玛利亚可能你可以耶，是两个坏姐姐。就是我可以穿 blackpink， 穿这个。我们今天都已经睡了一个觉，不好意思，我还是久等了。看你们也差不多到尾声了。之前呢，我们的包包已经好了，耶！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好期待哦。先看黑的。啊！好可爱，可爱，好可爱哦！这很可爱，我觉得蛮可爱。因为我们自己都想要。其实他后来把这个贴在这里也蛮好看的，对不对？原本我们是说想说设计在后面。来，面要白色。这个也好好看啊，好可爱哦！然后后面有一个木曜，哦，可爱，好可爱，很赞的，两个都很可爱，超可爱。那我们抽奖的那个资讯，我们要片尾再公布。好，谢谢君安今天 VIP， 谢谢君安学长，谢谢。换你们四位再回去收尾，平常还差一点。嗯，好啦，阿姨的私人太赞，真的，拜拜，拜拜。我不知道什么状况哦，我刚来。去选购啊，小选购，真假的啦？去选购啊，真假的。欧良，欧良，欧良的皮肤真的很好。他都见真的吗？真的，你没挨没挨。来，真的很好，怎么会这样？阿里 OK 吗？那一天没有很累，有一点累。有一天哦，有一点哦。你那天玩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吧？有，当然有。黑人也是人，只有你可以讲这种。那你有觉得我们跟你真的差一截吗？没有，还好，因为我那天要抓那个尼克，没办法，没办法。对啊，黑人，不是不是。嗨，嗨，刚抵达吗？请进，请选购。你刚刚怎么进来？我刚在捐血那边，一直在那边等好久。整天选选选，剩22000没选，那不等于没选吗？太久了吧！我的天哪，都快5点了。那我们第一个来的吗？把你全部拿袜子，楼下还有很多袜子。乔想不想跟我们的少女一起享受一个那个逛街的午后时光？我们可以自然加入说。好，没关系吗？我还没开机，我有点宿醉。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还有要记得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 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频道，有很多每个人都有 IG， 要关注哦，关注哦，订阅哦。等一下，没有你。不是你不要这样排挤坤达好不好？不，好不好？是没有你，没有我。哎。订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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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起